梁红哥第几杯了？七杯这是。一般大厨都喜欢喝两杯，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大戏团队啊，几位大厨都是酒中豪杰，现在是跟这个爬叉化冻啊，玉米排骨，遇见干多少年了，这个10多年了，10多年老干家了，一天能喝多少？一天一节啊，呀像这个是这个好，好。这个料酒没白酒和效果好。啊。多少钱啥菜啊？16块钱，260。直接炸，没热这油都开始炸吗？对，就是亮过下下。啊，颜色漂亮，很漂亮。今天到第几杯了？第六杯了吧？第六杯了呀。咱们现在竞灯开戏了啊，12:40了，现在准备开戏啊。第一道菜是这个凉拌牛肉啊，第二道菜是五香溜大鸡儿，红烧猪前肘，四喜丸子啊，家人们啊。你拌那腌肉啊。这一道是猪头肉拌黄瓜，玉米排骨，羊肉汤啊，这扣肉都是自己做的啊。这道菜是京酱肉丝啊。老师这一位叫啥？花肉是吧？酸汤肉丸，家人们。好，上桌啊。这一场下来，香油用不少啊，梁红哥。酸汤小酥肉啊，红烧肉，太漂亮了，这红烧肉，看看，这是椒丸子，丝棉罐头啊，吃饱了，喝好了，咱们开饭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端盘子大队一桌，咱们跟那些咱们大厨师咱们坐一桌啊，京酱肉丝，咱们自己做的四喜丸子啊，还有肉丸子，还有排骨啊。行，我们小饭馆小吃呢，很肉是吧？那个，对，这个，这个不是说买的，买了不一样吃啊。嗯，那不一样，你这也不差，真不假？真不假。